杨太也走了，干脆你搬到我那儿去吧。你一个人住，我也不放心。就这么定了。嗯。不行，你有洁癖，我认床。再说了，同居会加速损耗两个人之间的神秘感和新鲜感，直接步入老夫老妻的左手摸右手状态，还会加速归属感、幸福感和亲密感。 我说不行就不行。你不搬过来？可以，我搬过来，从今晚开始提前适应一下。谁要和你适应？我觉得就要适应一下嘛。嗯。爱的悸动会让人感到害怕，靠太近却会让人融化。无论什么代价，不管风吹雨打，这是人的童话。牵着你，心就会等了家。不管人世间多复杂，你就是我的那个他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，有着最独特的甜蜜。